枪啊，请坐，请坐。林老师请教一下，就是说你认为，因为你来自香港，你认为在短期之内，台湾政府对于就是说在香港可以帮助香港人或者像年轻人可以做什么，中长期又可以做什么？你的看法？其实中华民国跟香港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之前就有写过。当然我们倾向刚刚李老师一直都说台湾是主权国家，其实我觉得我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其实现在台湾的状况的确是70年来台湾的台北政府的性质是没有改变过，它就是台北的治理当局，台北的治理当局有它的领导人，啊，这个领导人是蛮复杂的，我再讲就离题太远，但是我简单来说，严格来说，香港新界的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新界，因为新界是中国大陆一部，新界是是大清帝国租给英国的。啊，英国，你有问过中华民国吗？当你说要还给中共的时候，没有嘛？那中华民国还在啊，台北政府还在啊。当然，我不晓得蒋经国日记里面有没有写这些，我很有兴趣想要看一看，就是他怎么看香港。就是蒋经国没有宣称放弃香港主权的前提底下，为什么英国可以单方面把香港交给中共？好，你说啊，港岛、九龙啊，没关系啊，反正我英国的嘛，我就给谁就给谁。啊，问你新界不是呢？新界是租的呢？租的啊，你二房东，人家大房东都还没讲话，你二房东怎么可以说是你的呢？所以这还蛮复杂的。我刚才扯这边有点远，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写过一个，当时蔡英文是负责这个，他自己有讲嘛，港澳条例是他弄的。那为什么有港澳条例？据我的了解，我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是另外我有一些中华民国一些国民党的香港的认识那些的朋友，他们讲当时是什么背景。当时就是因为来了怎么办？中国国民党那么多人还在香港，对不对？是因为要打救这些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人，给他们个后路，才要有港澳条例这个东西。所以港澳条例里面的就是人道援助，他没有政治责任。港澳条例里面没有政治责任，所以为什么蔡英文一直都说是人道援助？但实际上，港澳条例里面应该只有一个政治责任，他把这个抹掉了。政治责任跟人道援助什么不一样？人道援助则是道德责任，不是政治责任。政治难民身份则是政治责任，就是我说的那个。当然，很多独派的台派的朋友觉得说，中国就是香港的，你不要把香港扯进来，反而这样骂我，不是骂我了，就不谅解了。但是问题是，你搞不清楚现在中华民国在台北政府的事实上的状况大概是什么状况啊？他是没有改变，他性质只是他的领导人从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民主人士，他没有改变到台湾的主权现况，没有，从来就没有，啊，都一直是70年前的状况，好，这是我的看法。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像中华民国在台北政府对香港人是有政治责任的，就是如我所说的，因为如果你从国际上去看，台湾还有十几个邦交国吧，以前蒋介石的时候还有70几个，对不对？所以中华民是香港是中华民国的啊，不是吗？什么时候香港变成中华民共和国的？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中华民共和国的？没有交代啊！你除非你宣称说，我主张放弃香港的要求，这个。主权的诉求没有嘛？等于是你现在没有中华民国有没有从有没有放弃过外蒙古的主权诉求？没有嘛，也是没有嘛。意思是说，如果万一现在中华民国台北政府真的回去中国执政了，他可以宣称要拥有外蒙古，那为什么不能拥有香港？而且你认为南海是你的，为什么？你认为南海是你的，香港为什么不是你的？你们要不要？从来没人给我一个答案。
南海为什么一个我们台湾在那么丁点的地方，你深圳那么大的南海是你的？你在开什么玩笑？哎，问题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很大的玩笑。啊，问题香港不见了，啊，大家就觉得没差。没差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就是强大嘛，你就只有垫点嘛。问题我们讲道理的人就不能只是垫点嘛，你要讲出个道理来嘛。虽然这个是跟港独一样。不可能嘛，中华民国法下的药，但是理论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像本来前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刘慧珍不是讲过类似的东西吗？刘慧珍，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其实因为我以前的学生，当了他的助理，这个也不要写嘛，只跟他背景讲一下而已。是我的学生当了他的助理，然后我的学生跟他讲，然后他有跟刘慧珍讲了这个之后，刘慧珍就讲出来。其实这个是我的 idea， 所以那个时候也造成一段短时间的那个想法。那实际上的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有点复杂，但是，我认识不少，其实他们国民党在香港的人气大概都知道这些背景。当然现在问题是，小英政府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是民进党，他不是国民党。即便他当年是帮国民党做事，啊，帮林政委做事，所以就更复杂了啊。所以这个时空背景到了小英斋，他就是按照这个说法嘛，人道援助嘛。所以就是现在我可以跟他报告，现在的移民，香港要来移民的更困难，他的要求更高了，未来会更困难。所以实际上坦白讲，我也不想讨论到底香港应该更多人可以来移民。因为大家都担心他们来炒房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都可以理解。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香港也有蛮多选择的，来台湾当然有很多考虑，比如说我一个想要来的朋友，他是因为家里的长辈在香港，他如果他移民就到了加拿大到澳洲很远啊，十几个小时飞机，长辈也不能离开，怎么办？所以他就有这些因素了，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香港分动态，特别香港那么多人才，金融业的人，所以他们要放弃香港的高薪也很难的。台湾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讲白一点，你来这边工作，你对比香港的薪水，不用找我们教授了，其实一般人啊都差很多，我们教授差了五倍。所以我觉得台湾没有财政上没有什么吸引人来移民的地方，从来就没有。他们要么就提早退休的，或拿一笔退休金，或拿来，专业人士就早就赚够了，那就回来这边就有就 freelance 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种比较半退休的生活。大概很多我认识是，但不是这样子。大概跟大家补充一下，大概我有了解，有限的理解啊，我也不能代表整个香港在台湾的人，但是我都接触到，当然是状况。谢谢。那时间感觉也差不多了哈。那如果我们再征询一下，看看在座的各位朋友还有没有什么想自己要发表，或者再问问我们两位主讲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非常感谢哈啊三位陈瑶和吴友谭、梁文涛三位老师来跟我们做。有关中国制定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的处境跟它未来的发展，台湾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也特别感谢在座我们这么多媒体界的朋友，今天也百忙之中，然后应该是也有很多纪念六四天安门的一些活动，来到基金会来跟我们参与这一项座谈，来采访我们这一项的座谈。那我再次代表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龙志博士再次谢谢在座所有的朋友，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谢谢。那我们今天的座谈闭门座谈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你其实最了解，因为